那今天大家也注意到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戴着这个粉红色的口罩了哈。那也是昨天哈，大家说有小朋友哈，就男孩子的话戴着粉红色的口罩，好像到学校里面，哈，就容易被大家议论。好，所以要跟小朋友讲，就是说其实口罩的颜色，哈，都一样，大家都可以戴。哦，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看的那个卡通影片就是那个粉红豹嘛哈，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哈。好，那今天跟大家报告，我们新增的哈5例哈境外移入，我们总共有389到392，哦，那跟3名的亲友，总共7人，于2月15日到美国秘鲁、玻利维亚、巴西及智利等地旅游，那并自哈3月5日从智利登上珊瑚公主号，啊，那前段时间也一直在海上哈，没有办法停泊的。那该游轮原定3月19日于阿根廷结束旅程，但由于阿根廷等多国封锁边境，导致游轮无法停泊，因此该游轮在海上漂流多日，并于4月4号上午停靠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港。当时船上已有12名旅客及10名船员确诊感染，那其中有3名旅客死亡。那7人4月11日入境时，5人声明有疑似的症状，其中4人检验确诊，那已经住院隔离。那3人检验阴性，将持续啊集中检疫，将采二哈并二采，啊，然后在解除隔离前，我们会再次再采检确认。那393刚才讲，他是长期旅居美国，3月29日出现咳嗽有痰，4月1日出现腹泻，4月11日入境时因有症状，在机场后送就医采检。总共在国内哈，累计我们到今天是393案，那114人解除隔离。